不够吗？有你真是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很多呢，这个荧幕上有很多的荧幕情侣、荧幕 CP， 当然在歌坛里面也有很多啦，对，对不对？那到底他们是真 CP 呢，做做样子呢，还是呢？我跟你讲，台下翻脸不认人。哎，有很多荧幕情侣以前拍戏的时候，表面上很好，一咖都不讲话，真的有这种，一咖一个走东，一个走西，然后各自拥着各自的情人回家嘞，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测试他们是不是感情真的很好。这些假面的荧幕 CP 啦，如果是真的 CP 的话，一直延续下来，我们恭喜他。对，啊，如果是假的，就赶快散掉吧。散掉还是化掉？只要他喜欢都可以，喜欢都可以了。哎，也搞不好我们会促成一段良缘呐。对对对，白英哥有点在退兵了哦。别听了啦，别听了啦，太紧了。不好意思，那我们来欢迎荧幕 CP 出场。这个大家都已经家喻户晓了，大家都知道的，还要介绍吗？可是这边怎么多一位女孩子哈？我今天是来找男朋友的，找男朋友，看有没有现场认领的啊？认领吗？而且你结过婚了。你结过婚？他说这样，我以为他跟那个宇文姐是来凑一个女团的，你知道吗？尼龙洞洞女团。没有啦，人家想要交男朋友啦。哦。但这里有谁配得上他？怎么？我不要，我不要，因为他一看就知道没经验，我还要交，很累，我不要。他我是没办法。那站在你旁边家珍当然是我的贱内啊，你还认不出来吗？但是家珍说他喜欢的男生要有才华、有智慧、有脑袋。啊，这边就没有啊。没有啊。喂，没有啊。有呀，你请你看差冠强有小梁哥等过啊。哦，冠强那抗爱我多啊。有才华、有智慧、有脑袋，咖喱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过啊。啊，是你吗？这完全你觉得 OK 吗？我今天其实是来找爸爸的啦。啊？就是因为我妈蛮喜欢他的。哦，真的。所以他最大的对手不是其他女生，是他妈妈，他亲妈。对他妈很喜欢，可是他希望你为他做什么事，上山下海都为我扛。哎，你可以为他上山下海吗？这里有很多很危险的游乐设施，你要不要先做福利挺箱十个？福利挺箱是什么？福利挺箱十个，挺身啊！好啦，希望我们今天可以组队表现很好。自豪那个啊，对不对？恋爱时最梦幻对方为你做什么事，在公司楼下等我下班。对，我觉得这是全天下最浪漫的事。那是跟踪狂吧？没有，等你下班哦。嗯，啊，就你的助理就好了，他不是都在等你下班？没有接班的，那个感觉不一样。我真的觉得，你看你在忙完一整天，特别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作息就跟一般上班族不一样。对，那你很累的时候，走出摄影棚，走出工作的地方，是你最爱的另一半等着你。哪怕是一起走回家或一起上车，那个感觉有多幸福。而且你这个愿望好显是在民俗月过后才讲，不然有人等你下班来哇恐怖，还玩清这住了嘛呀？害怕的是怕没钱、怕鞭炮、怕头发湿。怕头发湿？你不洗头吗？接下来哦。怕头发？对啊，我怕头发，因为湿了就会很啊，又要重新 settle 很麻烦啦。因为我头发弄好跟没弄好就是不太一样，就两个人就对了。没有，可是家珍你要注意，太过于在乎自己外表的男生，对啊，在乎到女生哎，怎么样？怎么样？他都只想到爱自己而已。自豪的择偶条件很明确，很明确，很干净，穿着得宜，幽默，阳光啊，不，阳光，阳光，阳光，有吗？这边有。干净、穿着得宜、幽默、阳光，就是蔡家珍啊，干净耶，很白白的，穿着得宜。小梁哥，我会说这个人是我的另一半，我都不会是随便讲的，我为我所做的一切跟讲过的话负责任，特别是感情，我一定是先交谈再交往才会交配，不才会交会，所以像他就是经过我层层把关才有今天这样子的状况啊。所以家珍你本身蛮幽默的，我觉得我私下蛮幽默的，哦，对，比较闷骚，是。
是，那他讲这些条件，你觉得你都有吗？我觉得我都有，可是他没有问过我的感受，我要不要？哦，他也是会抵抗的哦。这句话回得很幽默，很棒很棒，好不好？啊，看到底今天呢、啊，玩到最后，看谁是会笑到最后了。啊，对了对了、哦，好不好？来，那这边呢？哦，这一组李子森啊，跟杜新田啊，我跟你讲，我实在不想讲一件事。我今天一早看到李子森，怎么了？我觉得他就是我喜欢的那一款，他应该是很多女生都会喜欢的型哎，不是啊，今天人家荧幕 CP 是跟我知道，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郎才女貌。谢谢。对，我们来看看李子森的择偶条件。嘿，这么巧，成熟有想法，对未来有计划。好了，自荐。好了，就过去了。那个新田你就过来了啦。没有啦，我。其实新田感觉也很熟啊，她感觉是年纪轻但是很有想法的女生呢，是不是？我觉得在某一些地方是吧？某些地方，比如说哪一些地方？还是某一些部位是？啊，冠中哥不是说叫你要维持健康的部位啊？比如说她的笑容很甜呐、啊，对不对？然后她的行为举止啊，让人家感受到啊，她很成熟，懂不懂？但是她有要求一点，她说恋爱时她最觉得最梦幻的就是。男生可以帮他打扫整理房间、女生帮他打扫整理房间哦，这是哦，那女生哦是女生，那你找一个帮佣就好了，也不是那么，因为你房间的地方比较私密，然后也必须要是有自己信任的人才可以进去我的房间。对了，你房间有很多玩具嘛？对啦对啦，还有玩具，没有，我东西很多啦，对啊，一些设备啊什么的，所以他必须要很了解我。那你妈妈可以帮你打扫吗？不行啊，妈妈也不行。对，因为他东西动了，我会不知道放在哪里或者是我还要问他啊，乱中有序。对，他有他的规矩。对对对对对，就是。没关系啊，那你就慢慢找吧。没有，希望你们今天参加完节目以后，可以回家一起打扫。对。回家一起打扫。哎，你有问新田喜欢打扫？哦，对，你喜欢打扫吗？我也是乱中有序的那种。那两个一起乱嘞，是一起乱吗？啊，你的理想型是袁冰，为什么不是孔刘？好问题耶！哎，现在不是在聊天吗？对啊，不是在聊天，在访问吗？没有错啊，人家来，你过来，人家就讲袁冰就好，你干嘛加个孔？就算不是袁冰，也是玄冰啊，也不会是你呀。好，为什么？讲快一点。他刚刚说，你不是李敏镐吗？对啊。我为什么没有写李敏镐？因为我很怕你们说台湾李敏镐在那边。在哪边？基隆李敏镐。哦，基隆的是基隆李敏镐。在哪边？哎，对，我觉得当场拆散一对 CP 耶。不好意思，这边了，基隆李敏镐还是基隆顶边错？不超营养三明治哎，他那个百年老店啊，不吃不行啊。对对对。但是如果真的要说起来，我觉得子森长得是袁冰，很棒很棒，是的确有点像啊，都是同款的欧巴型吗？哦，那新田希望呢，特别的节日里面呢，如果有一些意外小惊喜，他会非常开心。哦，喜欢仪式感，对，没错，跟我一样，我知道，你会给人家制造一些惊喜 surprise 吗？是，他喜欢应该。还会吧，还算会吧。那 B 零 B 零来有什么事吗 ？B 零喜欢白白净净的男生，肌肉什么都没有要求啊，喜欢霸道总裁，因为他比较没有主见，是这样吗？因为我平常，毕竟青春期啦，所以一定小时候看比较多。啊、还在青春哦，你青春啊，他就跟年轻。大四二十，他年轻哎，还是学生呢。他还有那个婴儿肥，很可爱哎，憨宁的。你不挑外表啦？对，不挑，也是就是也是男生嘛啊，就是小时候看太多，也是喜欢那种仪式感，是，就是有点小浪漫啊，有点那种霸道总裁。小时候看太多，喜欢霸道总裁。他喜欢在恋爱的时候被人家摸头。哎呦，怎么会有这种？就是被征服欲，我说这样乖这样子，摸头握手还有转圈呐、啊，这个是他最喜欢的。转圈太多了，转圈太多了是吧？哦，那害怕的是怕蟑螂、怕鬼、怕鬼屋啊，今天都来了。
我们七月份已经过了，光天化日下应该是不会有。好，那访问的差不多了吧？你不用理他哦。不是，就很熟了，还要再讲什么吗？不是，我们今天是 CP 嘛？对呀、啊，你有问过吗？对呀、啊，孟贤喜欢什么款？不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从开场我就很不想讲话？我今天故意心情的是就卖的掉啊！不像，为什么？不是啦，这制作单位是无钱哟啦，是拢无别个租金来当请哟啦。现在这吴美玲，我的血管给咩烂去啊？我看到你，我就叫你吐啊！你行啊？好可爱耶，我觉得。我们太熟了，我熟到吼，你老公真的要跟他在一起哦，我的烫根根，我的笑到天光还是要安怎？调调是阮两个差要一轮。他嫌你老啦！哎呦，我还嫌你没经验呢，还嫌我老。不，没经验治好会教了。好，那个女生有哪些优点会吸引的目光？会跳舞，恋爱时最梦幻对方帮你做什么事？帮我按摩啊，关我什么事？差不多了吧？可以了吧？要录到几点？可以了吧？不是你生什么气啦？可以了吗？都介绍完了吗？你今天就是要好好跟美玲。对啦，你跟美玲。好了，我就勉强了。有可能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她的与众不同，你会重新爱上她哦。而且。今天玩游戏不是说啊，大家好像来交游圆桌，校外教学了，白玩。这么轻松吗？不是，我们最后是有超级大奖的。什么大奖？什么大奖？就是积分变奖金啊。对。我们玩游戏累积的积分可以直接换成新台币，而且呢，最终赢家好像会送你住在我们芙蓉饭店啊，三天两夜的旅程全部我们节目包。但是我们会实境秀在房间全程实拍。对，洞房的过程啊，积分变奖金，而且我们还抽是美金、台币还是越南盾。你看，这一段他自己加的哦，从他那里扣哦，不是后面从白云哥户头扣哦，可以剪掉的嘛。没有要剪掉，好不好？哦，那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抽到美金啦，好不好？哦，那马上要进行的单元是，雅涵，雅涵，雅涵，白云哥你还在睡觉？来，什么一哎们，恋爱基金接啦，不要接。好，恋爱基金大挑战，嘿嘿。好，马上进行的是听声辨位拿任务。游戏怎么进行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白云哥呢，他现在蒙着眼睛，拿着棍棒，身上有三个游戏关卡，都很惊险，很刺激。然后我们三组 CP 呢，待会呢就要过来抢到你最想要的任务，依序去玩完这三个任务哦。但是你知道白云哥又不是只是在那边混嘛，他现在手上有棒子嘛，你们过来的时候会打你们哦。输赢不重要啦，重要是什么？让白云哥现在就收工，现在就回家。其实你不觉得我们刚刚这样搭配蛮流畅的吗？而且我们讲关卡都好顺哦，任务也都没有忘记耶。其实旁边有一些闲杂人等，其实下礼拜就不要再来了。好不好？如果可以搭配雅涵，我跟小杨哥都很开心。很 OK 啦，哈。干什么？准备好了吗？好的。小心哦。听哨音，开始。白云哥，小心哦，那群鸡在你附近哦。你们不能一直在远方，要慢慢靠近啊！要靠近了啦！要靠近了，陈梦贤！2点钟方向，两点，七点，哎呦，他不要走！哇！哎呦，队友！往前进！六点，不能出这个范围啊！六点，八点！哎呦，两点！志豪，你快一点啦！你不是在游泳？三点，我要挑最难的那个。攻他下体！快点！三点！六点！六点半！白云哥每天都6点半哦。6点半。白云哥在6点半。就是6点半，八点，给他死，8点，用力打，8点给他，好一戏，好痛，对，好痛，十点，好痛，白云哥，你身上的东西保护好了，十二点，举志豪，你在混哦，好痛，
点。往下，往下。啊，往下用力，好的，我不敢了。12点，12点。不能跑出框框，跑出框框犯规，跑出框框就犯规了。没了。你知道你都怕相哦？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怕相？这框啊，搞不好你怕戏。以前嘛，你怕戏呀？哦啊！刚刚看了，真的是惨不忍睹啊！而且我觉得那男生都没有把女生当人，没有，根本什么一幕戏片都没有。哎，刚刚白云哥一直打我，他都不救我。对啊，他一直往外面跑，啊，白云哥打到的都是你。还有，我要讲，我们是有惩罚的。志豪是一直在赖皮，一直跑到框框外面。对，没有。刚正工作人员都有监看，有啊。你们知道我是哪场？五次。打屁股五次，这么多。出现五次，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跑吗？哎，我要去保护李子深啊！哎，没有要配对哦，哦，对，已经配好了。真的，真的来说，用心玩的只有子深跟星婷。哦，真的，而且他们第一组就拿到了，合理啊，他们是真的啊，一起同心啊，对，真的，对啊，认真玩游戏好不好？我们看看他们拿到什么游戏设施好不好？海盗船，我刚就是要去抢那个，抢不到，气死了。最好，你刚不是讲好？对啊，你说要最难的哎。我刚对啊，我不对吗？我真的很生气耶，让我拿到这个，我超生气的。什么皇冠秋千？好啦，这个啦，好啦。嗯，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不是要采矿飞车？对啊，来换来来换啊，来换啊。刚刚都我在被白云哥打的哦，明明就是我被打的最惨的是他，我的女主角都没有保护我呢。哎，你刚刚被打得很惨哎，你把他当你还笑嘞？哦，我这样哦，哦，那个这样螺旋的时候是风火轮是打他，而且他被你们打到站不起来，两个一直趴在地上哎。白云哥刚刚打陈梦贤那个力道跟打小偷没什么两样，你是用生命在打的。你还在讲，你都出一张嘴，他一直哎，他跟你很像，都只会出一张嘴，都没有在玩游戏哎。而且他一直往外跑啊，他一直被人家打到。哎，很明显吗？真的是这样吗？你一直往外跑，不知道跑。哎，我们这是积分制的，而且我们会检查谁在赖皮没有认真玩，我们都要打屁股，都要扣分哦。那个奖金跟奖品哦，其实不是最高的原则，是看你们这个 CP 到底有没有保护到对方。对啊，我们认真。好，那既然你们抽到的就是你们的第一个要去玩的这个顺序啦，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牌子有玄机啦，有玄机。哎，海盗船下面有玄机，有没有？有什么？看我们多细致。对对对，打开打开。哦，顺序对哦，排到船、秋千跟，所以都会玩到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制作单位？搞不好你的，搞不好什么制作单位？搞不好你的没有哎，搞不好你后面可能是，害我刚刚一开始来就威逼利诱，三道菜都得吃。对对，那看你的，看你的，来来来来，志豪志豪，好来来。那你呢？海矿飞车、海盗船、皇冠、秋千。其实你这个比较好，这个排序刚好会吐啦。那他嘞？这得另外省点，我省点，省点被冲起来。先玩了这个哦，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到最后面啊，真的吐了，真的还是真的吐了，真的吐了，好不好？都要玩，都要。那你们的顺序就是这样啊，各就各位，我们工作人员会带领你们到第一关啊，那看一下他们到底会不会吐啦，最后来这里集合。好，来，请出发。我们好期待你尖叫，你等下要叫大声一点哦。我当了1年11个月的兵，叫什么叫？我如果叫一声，我如果有叫一声，我今天通告费就不领了。哦，我们拭目以待，明天再领。什么他保护我？他根本就没有用心在玩，都不去拿牌的。哎呦，我想要伸出去，可是那个白云哥这样。哇，秋狗！而且这个我们两个的重点是女生要保护男生，你对不对？我刚才被打得要死，他根本在那边笑，在那边躺呢。我刚刚想要就是搔那个白云哥的痒。你不抢牌子，你搔痒干嘛？我都碰不到。对啊，他的攻击望很强，但他的攻击的范围太小了。嘿，再来准备好了没？好啦，我们准备出发，看志豪哥玩海盗船喽！
过过，你才要玩海盗船，你全家都住玩海盗船。我游乐设施海云霄飞车我反而不怕，我最怕海盗船。你的心打补哎补，你今天有没有爽哎呢？上面有这心怎么补哎补哎？真的，你心脏在那边，看嘛，我的恋爱上线中是讲俺两个来这看海靠前面气质，看嘛啦。哥，你哪有看我气质？气质气质一点啊都无啦。哥，你哪来的气质可说呢？我在哪了？采矿飞车里啊。我们这样算是先来刺激的耶，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应该刺激完之后，后面反正已经伸头伸尾，想吃一刀到这里了，不如先刺激嘛。我觉得海盗船这种设施它很两极，很两极。它有的就真的很无感，但是有的就真的会。那你有玩过吗？有啊。有啊，你上一次玩海盗船是什么时候？好像很久。我也很久哎。好像很久哎。这个是皇冠秋千哦。哎，我跟你说，我们其实很好，因为我们这个是最简单的，先让你就是试试水，我没有一下子就给你海盗船。所以循序渐进，慢慢来。台语来讲叫做站站嘎。站站嘎。对，一层一层加上去。他们有可能一开始玩那个最可怕的腿就软了，后面他就玩不完。对啊，他第一个可能就晕了。你相信我，我当兵一年十一个月，我有没有讲过？一年有，你刚刚有跟我讲过，我刚才知道。哥保护你，你刚刚骂什么？哥保护你，骂到最后是我保护你。走。阿贤呐，关卓，我来了。你是不是脱衣服了？想说要玩游戏消费车啊，要凉一点。可是你这样转圈圈的时候，会不会为了我们收视？没有，收视率走。你干嘛？你不开心哦？他不想看了。你看我美玲，她穿走廊啊，穿的蕾丝，这样很性感啊，性感吗？动哎，要学你款。才22岁穿蕾丝是对的。才22岁才要穿蕾丝吗？是这样吗？好，我们这一关呢，就是玩采矿列车，可以拿奖金，积分拿奖金哦。如果呢，待会采矿列车呢，梦贤下去哦，就是750。哦，有750。对啊，美玲下去就是250。那如果两个人一起下去，就1200，更多。那就不用讲了，就是一起了啦。然后呢，如果一起下去呢，手牵手不服那个握感，我再加100。好，好不好？没问题。好，那total我就给他1300，没有问题。没问题，全程做到。上面如果有在揪你，我再加100。这么可怜。揪，哎，你有抱枕吗？李文姐嘴巴有抱枕，我现在要去。扣2000，把我找抱枕的事情说出来。我都没有讲白云哥有猴痘的事情。哇，不可能。是海盗王吧？是海盗王吗？哎呀，子深，海盗船啊！今天，对，难道你看不出来这是海盗船吗？白龙王。喂，我告诉你呢，你们呢，第一关就是要玩这个海盗船。你上去玩的话呢，500块，你们的恋爱奖金基金500块，然后你一个人上去玩也是500，但是两个一起的话，1200。哎，一起玩就1200嘛。对。啊，如果你只有新年上去玩500块而已，啊，你这一辈子会被人家笑到翻脸，连海盗船都不敢，而且你还写在这3个字这么大，啊，所以一起玩呐，来来来，那就欢迎两位，来新年，来新年，大家走，来哦，对了，你要去哦，对啦，恋爱恋爱1200哦，左边右边给你选，哎。小梁哥好，很棒啊！第一关我们这个就是轻松啦，在上面看看风景，就这样而已啦，对不对？那我们这边积分很简单啦，男生坐的话1950，啊，女生坐的话50，两个一起坐的话2000，当然是两个一起啊。你 OK 吗？哎，他们这一关压你压很重哎。哎，为什么他积分就是比较高？制作人想的。哦，你们是因。
因人而异，不是因为性别，是因人，因人而异。所以今天如果不是像白云哥做到死也是零分，所以其实你每一个游戏都要做，因为你是1900哎，所以他们是压你，他们说什么你平常不敢玩这些，没有嘛，我们哪有什么都可以玩啊，对不对？他们真的是讲对了呢啊，哎，制作单位人家扩花博哈，我就做给你看，两个一起好不好？敢不敢一起嘛？啊，你做就1950，好，你做50，两个加起来2000 ，OK 啊 ，OK 嘛，2000啊 ，OK 嘛，哇，哎嘛，是一点嘛高度，哎呀，空拍机耶，哈哈哈哈哈哈，耶，呜呼，耶，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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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哇，哇。游戏到底哪里好玩啊？很舒服啊，可是我觉得好像才刚开始就要结束了，很晕哎。我是觉得还好啦。真的吗？我觉得还好啦。而且你膀胱不会有感觉吗？我没有，我没什么感觉，你下面很有感觉是不是？什么？怎么叫我下面？我今嘛现在要走到海盗城的路上，脚会软。今嘛的脚软啊？哎，我真的对海盗城不行，我真的对海盗城没办法。啊，如果有断轨要怎么办？撞鬼我反了，说不定还可以哦。嗯，哦，麦爹妈风行赛。啊！怎么还没有变矮？160。啊！啊！太久了吧！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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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啊！身高110，你有心脏病吗？然后60岁以上我都不符合，但是对自身他人设施具有敌意的我有，我现在对制作人很有敌意，我不能上去玩，我真是不符合规则，我可以玩吗？哎，游行呢？啊！你刚刚还好吗？其实我晕了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晕的人，我对于那种比如说什么咖啡杯哦，我连旋转木马都会晕。你连旋转木马都会晕？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头太大还是怎么样，就是我的承受的能力。对。你真的不想玩，那这样子好了，加增玩。可是加增玩就只有5块哦。哎，这样不行啊！我都5块。5块可以吃什么？哎，养乐多现在都不止5块哦。哎，我真的必须发真的心讲哦，我的这个搭档真是一个赔钱货。你才是赔钱货，你才是输啦。他真的很不值钱哎。是你。哎，他上一关那个荡秋千，你多少？50。他50。他来到你这边剩5块，没有，因为大家想看志豪玩啊，因为我们知道志豪会怕怕嘛，还是你不想上去玩，你要宇文姐跟嘉贞上去玩？哎呦，你要帮我玩哦？我可以帮你玩啊，那我帮你玩呢，你积分呢，我给你2000，但是你要加买5本何宇文2024写真桌历。我玩，撑住你的身体，不要漂浮，不要移动。啊
小孩子玩的吗？是小朋友玩的，这很好玩。那为什么爬这么高？哎呦，你敢骂你？你有没有很想？觉得祝豪真的其实是还不错的男生。我觉得他今天为了我有勇敢踏出他心里的那个心魔的那一步，我觉得还不错。目前，可是等一下我们要去海盗船，就是真的就是看他 O 不 OK 啦。你现在还好吧？现在就是呕吐物大概是到这里，谢谢。呕吐物大概到这里。那我等一下帮你准备塑胶袋好吗？因为是真的会想吐，但是呢，他那个好晕哦。我觉得大家看回放会发现，因为照理讲我是打算要一直把眼睛闭上，可是在闭的过程我跟我自己讲说不行，我要努力把眼睛睁开。哇，这很 man 我很 man 耶，因为我刚刚都是闭起来，所以我告诉我自己说突破一下吧，我要当一个家真的好男人。我有点感动的感觉。哦，这凉凉啊弹，哦，凉凉弹就有1200了。好凉哦，还行啊，还行啊。可是，杜心田，你还好吗？杜心田，我不能转移视线，要不然会晕。哎呦，哎呦，好凉！你要固定看一个地方，这个好好玩，你就看前面的人就好了。哎，志豪哥，你还好吗？什么？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状态不太好？你还好吗？一直想打哈欠，头很晕，是不是？那怎么办？你都忘记拿 GoPro 了。我刚一直以为所有单位帮我准备的是拐杖，结果是 GoPro。没有啦，晕啦，因为我太久没有玩这个，我怕晕啦。不过我调整一下。可是我们等一下要去做更刺激的，打一下我的胸肌。真的，我刚刚说了什么？哦，会消音没关系。等一下我看一下海盗船，说不定我可以挑战。好啊，好不好？那 Let's go, 我不能被人家觉得我弱爆。如果我真的弱爆，我也会公开的告诉大家。你看那个志豪哥啊、子森那个都年纪有点大了。他们是认真在谈恋爱。你们只想过关。啊，我那关镜头。我们没有恋爱，我们是效率型。对，我们不想要什么感情，我们只想要面包。这三观有觉得？重回小时候吗？重回只有那个吧，秋千吧。啊，可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不会去玩重回，我小时候都超恐怖的玩。那个看起来太屁。啊，你刚刚在叫什么？还是要叫啊？哦，对啊，也是要叫出来。做归做，叫归叫。对。你待会没有叫出来，我就给3000。上。啊。哇塞！第一次觉得志豪哥这么 man。 不好意思，志豪，不好意思，志豪哥不好意思，3000的在这边，这边3000，不要，没，那个我不要，没，不行，那个我不要，那个啦，前面两组，来，怎么样？不好意思，再谈判一下，哎，我们谈判一下，最后一台，一口价5000。哎，我怎么觉得我好不好意思哦？我只买你这种就怪，而且你还要再多付2000给前面那两位，因为我可能会吐在他们头上。哦，清洗费，清洗费哦。哦，你要处理我的部分5000，他们的多少你跟他谈。我跟你讲，你们还不逃哦？你确定哦？没，我跟你讲，我早餐吃很饱。你等一下，不用，拿回了。你就带他们前面这一组就好。但他们会吐在我这边了。那没有关系，我再跟他们拿，我再跟他们拿清洗费，好不好？那这牌多少？这牌2000。4000，好。我跟你讲，不要再讨价还价，我讲就给你3000就好了，就3000了。3000，两个凑起来，对，就这一排，这一排3000，好的啦，可以的啦。啊，你们来抢劫啊！帮我加油。那个妹妹，帮我加油。妹妹，待会如果呢，你们两个吐出来吐在他身上的话，我个人加500。
不行，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了，不行，不行！哎，其实嘉贞，我觉得我今天算勇敢了。你很勇敢啊！他平常不是这样子，而且他回去他就会拜了他的经纪人。我有点，小壮。他拜了经纪人也很勇敢。拜娃娃，是不是？你要有什么话跟娃娃说？无话可说。最大奖就是在这边啦，好不好？三个啦，前面的苦难那都小意思，对不对？先苦后甜。哎，要干什么？满面春风是怎么样？没有，我们就慢慢走就好了啦。哎，你们那顺序哦，哇！采矿列车就我这边呢。最中的哦，这个大的大杠哎，大杠哎，这个是哦，这边啊，最后那个真是快乐天堂了，就慢慢来就好了。后面那两组都是长辈组的，一定不会我们快啦。年轻人还是厉害。可是我觉得子孙跟新田看起来比较赏心。月幕哎，嗯，对啊，我们是怎么了？来来，你转啊，那德西人啊，掌那个掌心月幕嘛。我跟你讲，你德西摄影组就算，你就把个德西给你。我爱孟贤，孟贤的歌迷好疼我，昨天还带饮料来，某台机。而且你看他那个基金累计居然这样多少？我们来看啊，1000，2000，3000。3500、3600、3700、3800、3900，耶！太棒了，哎，啊，玩三个设施，你看3900的基金就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搞不好，还有一打开，比如 double、triple， 对，弄可怜。这打开是什么？会不会是更大奖啊？晚餐呐，还是什么？没有，弄可怜。反正一定是晚餐，不会是晚场啦，不用担心。没有呀，算几嘞？这一定是奖励啦，不用担心。三选一，嗯，你选哪一个？不然我选，先我选了，好不好？因为今天那个何妈妈刚才有帮我们加码，我有加码，所以何妈妈一定是我们的幸运之星。当然，所以我选她前面这一个，是等他们一起回来开吗？一起回来，一起开，好吧？拿着往这边移动，好，恭喜第一组回来。来啊，第二组啊！哇，赏心悦目的组合来了。你也不是只有我觉得赏心悦目啊，你也觉得啊。而且他们刚刚有在考虑，我刚刚说上去啾咪的话，一边玩游戏一边亲一下，啾几嘞？啾几啊？那他们真的有啾吗？他们认真在考虑啊。那个子生说啾几嘞是在家里啾的啦。他要说。没有，我是说，你不觉得说清点家吗？对，清点家，考虑很久哎，可以加了3000，应该是这个是颠覆所有的吧？就是直接确定我们是冠军的嘛。那所以，但是有我们在上去的时候还在紧张，没有时间思考。他说来不及清，代表他有想清。他那个游戏是玩什么？云霄飞车啊。云霄飞车啊。我就说你在边玩的过程中，只要你愿意清下去，你清到了，我就给你3000块。他认真在考虑哦。这一组是真的，那为什么刚才我们没有你？何妈妈，你早说的话，我跟美玲可以拉锯呀。啊，六五没玩，我们我的差别呢？哦，我为了钱都可以啦。哎，他就是霸道总裁。来啦，好。哎，那他们获得的是这边3900嘛？1000、2000、3000，哎呀。3100、3300、3400、3500、3600、3700，哎呦，怎么差200？就是因为你没有啾咪啊。哦，啾咪就6000，没关系啦，200算什么？我跟你讲，这里面大条的在这里啦。来，二选一，来，你选哪？对，那你选。这是有什么奖励？抽奖啊！我们刚刚就说是很好的大奖，吃大餐啊！最大奖是那个迎向西方极乐，这么开很开心的意思吗？没有，大奖没有，就是可能
可能吃大餐啊，对啊，翻倍啊，送你 Life Friend 的酒泉啊，对不对？芙蓉饭店住半年啊，类似这种。那你住啥的？半年，三天就好了，住半年。好好好，靠近我们的。靠近你们的，哎，大家都是选要靠近他们的啊！来来来来，先不要开，先不要开，对，不能开，不能开，等一下一起开，来来，我来来，这个最后一个是谁？最后一个志豪啊，志豪长辈来了，长辈回来了，长辈回来，什么长辈？什么长辈？对啊，玩个游戏。那我们这么轻快，哪里什么长辈？看起来就很轻。小梁，我出道那么久，我刚刚真的他得罪我哎，谁？你知道刚说怎么这么不懂事？你得罪没有？你谁？你何宇文啊？对啊，你怎么敢得罪何宇文？就是你，不好意思，你的麦克风翘起来了，不好意思，有反应哦。我刚说，他不是不太敢玩，我说我帮你玩采矿列车，你买我五本写写真啊，写真集，这个很好的交易，才五本而已，五本，你叫白云哥买几本？一百本，对啊，没卖完都算他的。我刚才不会跟你讲，我快哭出来。我他没讲你今天不差两个钱，对啊，买，哎，连我们那个在我们来的司机大哥都买十本了，你现在五本。你在那边啰里吧嗦，而且那司机大哥已经在填离职单了。不是，他还说他买来要干嘛？辛辛苦苦开车来这边被人家抢劫十本，而且他问我，他还笑得出来，他在苦笑了。他本来开学小孩要缴学费的，对啊，啊，不，而且你知道他多阿莎里，他现金给我交易，连汇款都不用，哎呦，现金直接塞给我。你有没有开收据或发票给人家？我会开发票，开发票，开发票。我跟你不一样，你的交易都是 under table， 我是台面上有缴税的啦。对对，所以那刚这一整段就是冤枉钱，对对对，哎哎，赶快拿来，只剩这一个了，真的没得选，先看看它多少钱，对，先从大的嘛，大一千一千一千，不会污你的钱，三千四千，为什么？凭什么他有千？五千五六千五七千。啊，算了啦，200不要算啦，七千啦，你不要录了啦，啊，他这样就七千，啊，你们还在录，啊，那还要录吗？不要录了啦，对啊，你们制作单位有公平吗？我不管了啦，睡啦，上到还要跳戏哈，啊，那边要什么什么奖赢啊哈，好，你去看医生啊，他没来到啦，哎，司机啊。车我要准备，我们来坐车了。太多了，为什么那么多？司机大哥都花3000去买写真集了，还有什么品牌？哎，他怎么赚钱啊？哎。哦，都胆啊！哎，为什么许志豪玩每一关的奖金都比较高？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呢？志豪呢？这三关游戏呢？他能现在还站在这边，我要很庆幸，我们要很庆幸。什么意思？他怎么了？照理讲，他有什么隐疾？我刚才就要联络我公司来啦。啊？哎呀，你公司？哦，你公司来还不得了？刚才去上我的海盗船，有没有快死掉？很想死掉。有没有？哎，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是我人生的大突破。哎呦，真的是突破。其实这三样里面，其实唯一我勉强可以玩的只有荡秋千，是不是我这一关？对不对？荡秋千这么简单还勉强。可是我荡秋千荡完下来就头晕了。哎，那然后呢？他荡秋千荡完下来的时候，他说他左边晕，然后呕吐物到这里。对。然后第二关玩那个是什么？采矿列车。呕吐物到这里。哎呦。啊，然后呢？然后第三关。现在应该快到了。海盗船其实已经到这里，我吞进去。啊，怕浪费。对啊。好可惜，我好想看你吐在白云身上哦。而且那种感觉哦，疼羞会看后脚，你知道吗？那叫趁热吃，我跟你讲，所以不值得，不值得。我的部分要加码吗？小梁哥，你觉得不值得？他原本身体不好哦，熬吃这个，哦，那 OK 了。身体不好，你不要再乱讲了。他什么鞋啊？本来都没有办法做，没有办法硬起来，没有办法做，没有办法做，没有。哇，你讲，因为他是他的荧幕 CP， 啊，你讲的好有说服力。没有办法做云霄飞车，他说他从来没有办法做。哎 ，GoPro 本来这样拿，我后来都这样当拐杖在拿啊，你知道吗？6:30哦，你知道有多痛苦吗？哎，那这个理由你们两位接受吗？两组？他都已经承认自己不能做哦。啊，一个男人哎，哎，而且我是昨天整天。整晚都没有，我也没有睡很久，怎么了？你怎么啊？跟子琛玩那么久，玩到都不睡哦。难怪子琛黑眼圈也这么重，因为子琛整晚都在做。对嘛？我就不相信他可以整晚。
所以睡不着，太紧张。晚上要就是出外景，会更加的睡不着。对啊，心里有压力了。对，不是，你说怕，谁不怕？大家都怕，你们也怕。算了啦，可是因为这样，你看，他们还是最落后的一组啊，对不对？就给你们先选走啦。对啊，只有这个人景村就剩这一个啦。人景村啦，那个就那 keep 回啊啦。嘉正，人景村那张就是这个。人景村，人景村是什么？人景村是什么？哦，狼金村。好，三个都拿到了哦。那我们现在要开宝箱啦，一位一位来，从最赏心悦目的那一组。新田，一二三，打开。抢救地心。抢救地心什么内容？白云哥告诉他。抢救地心是大家好听的啦，但是很直接，就是断轨列车啦。哇！力宝最强化的宝箱不是奖励吗？没有没有没有，你要看，这玩一次要很多钱呢。不是哦。不是，你等一下，你以为你那是最烂的吗？不一定哦，搞不好那种还有比这个更烂的吗？什么101掉下来那种很难讲，那个很难讲，我很生气耶，我就是想要那个啊，给他，算了，没关系，换了，不要跟我配场，给他啦，算了，没关系啊，给他啦，我就不等一下，等宝箱怎么会是？算了啦，我告诉你，我女儿想玩这个，我给她玩这个玩，这平常很多人想玩。对啊，排队排很久。对啊。你以为你是最烂的吗？来看看一下梦贤的。我不相信。来，3、2、1。飞向蓝天，小飞象。小飞象啊，简单的啦。所以它也是绕来绕去的。对，那个很温柔，那很温柔。一直旋转。对，那小朋友玩的。OK 啦。小 case 小 case。什么小 case？ 你看看他们脸有多臭。他们要说断句。好，没关系，没关系。加正。子琛，让你开心的来了。来，三、二、一。土耳其冰淇淋耶！我也是冰淇淋。好失望哦，怎么会是土耳其冰淇淋啊？怎么会是这么？你要限时在3分钟，土耳其冰要装满，那你们两个把它吃掉。你不要随便改规矩，主持人随便改规矩。好啦，这就是你们的奖惩啦。因为这是命运啊，命运的安排啊，自己选的。对啊，没有办法。而且我们知道后面你们还有翻盘的机会。有些人白天早上运气很好，下午开始衰了。我跟你讲，小时候赢不是赢，小时候胖不是胖，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没有这个一下子就过了。对，人一人眼睛一闭，只剩它就断了嘛，对不对？它就断了。好用力哦，他就衔接上了，衔接上了，他就断了。对对对，好不好？那奖惩时间各就各位啦。Go。谢谢你。他要帮你弄一个卫生纸，也是。冰淇淋嘞？不好意思。哎呦。我被吓两次嘞。不好意思。哎呦，我掉了冰淇淋。你有没有很想打他？掉了后面。谢谢。我们不到明天，你们两个还在那里啊？拿到了。哇！好，谢谢。何家，谢谢。哇！不好意思。好像打他怎么办？谢谢你。哎呦！哎呦，你个头嘞！哎呦，什么啦？谢谢你，谢谢。谢谢。哇！谢谢你，不客气。飞向蓝天的啦，这简单的啦，吼。小 case 啦。对啊，一点啊刺激都无咧。你坐，没关系啦，总比做那个什么断轨好。天哪，我哪一坐断轨，我可能比海盗船卡个路嫩。我看你可能爱用钢的登机。俊杰，我问同学不能在那边吃酒啊，一直转轨。是啊。好啊，走啊，就到门口。我说不要。到门口临时退缩，你知道？你现场看遐足悬，你真正会惊。很高，很高。启动了。Go go go！ 哎，小白。这嘛。有点快。有点快呢。它其实有点快。好快耶。蛮快的。它是快的。
哦，对，摄影机啊，好凉啊！小手部，你输的话就跟我们去断轨，啊，我们赢的话，我们就早午餐我们就包。长得有那么笨吗？神经病！你们有请问有玩过断轨的经验吗？哦，我们很常玩呐。哦，我们刚好需要有人。我们需要导游。对对，因为我们太常玩了，我看观众看我们玩根本没什么效果啊，就不好玩。没玩过的，对啊。我们没看过你们玩啊。没看过是你们家的事啊，好，我们要看下一关了哈，你们加油啦啊！切，不一起吗 ？Together， 没有要跟我们玩哎，没有人。哎，很高哎。也太高了吧！我这个应该要十几层楼吧。而且你看，你有看到旁边那个吗？赵妈妈叫最凶的断轨式云霄飞车。叫最凶的。啊！来啊！哇！好可怕！赶快，快点，快点！不可能！这我们下去是空的哎，直接是。我们就是首当其冲。对啊。啊！大哥，啊！要走了！啊！不要！高高！啊！啊！啊！太阳好大 啊！不可能！啊！哇！也太高了吧！哎，我们前面是空的哎，杜新田，它断了。他断了。没有，我们这个位置，他前面是空的。我刚不是讲了吗？他前面是空的。我记得录影前，那个节目不是问我们说什么不要玩吗？然后我记得我有讲说不要太刺激的。我们前面是空的。哇！OK 吗？很 OK 啊。没有，因为刚刚我们做完，其实我当下问你说，我们刚刚说是车头嘛，然后大家都说车尾最可怕，但我认为车头最可怕。对，但我为了要验证，就是为了要哪一个比较可怕？对，实验，我就邀请新田说，要不要坐看看车尾？他还在，然后他可能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归位，还有一个魂在雕在上面了。对，因为对啊，我想说。不用排队嘛，然后又刚好有机会，对啊，做到你开心。但我认为最可怕的是车头。好，马上进行的是又又爱上你。哎，不好意思，我们会讲嘛？你会吗？爱就较惨死啦！哦，爱就哪？是爱就才在听吗？爱就才在听是歌，爱就较惨死，惨死啊！游戏对了，当然我们有分三个啦，三个大象啊。对，第一个大象你讲。又又爱上你。我们开头讲。没关系，这个单元就是我们去选那个男女主角小时候的照片，是我们节目非常受欢迎的。是的，对，我们要看看这些 CP 认不认得以前小时候。是，哎，有时候当明星红之前跟成名之后会长得不一样。像宇文，他16岁到现在46，一模一样。你也是啊。
啊，我小时候长那么急、啊。没有没有，白云哥有很多的变化啊。啊，嗯、啊，真的。啊，然后接着下来呢，这个反正两位呢，男女 CP 呢，互相去找互相的笑点。再来第二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是怦然心动穿衣术。哎呦哎呦。就是找对啊，就是帮对方穿衣服、穿裤子，还有画口红。裤子也有 ，OK， 也是很经典的单元的。穿衣服、穿裤子还好，不要再接什么尿管没有。OK， 尿管只有你在接了。够了，好了，那再来呢？最后一关，哎，我是你的雅涵，不要忘记思思的爱啊。思思的爱啦，对了，来，小梁思思的爱，思思的爱，我们上次也有举行过了哈，那就是那个屁股上面哦，那很精彩，有绑海绵有没有？啊，去我们那个大海啸那边吸饱了水，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水口，互相挤压一下，看谁先到达刻度。对对对，哎，这个你可以吗？你感觉很弱哦。不会啊，喂，我通马达很有力哎。啊，对啊，是马达的问题吗？电动马达，我很会跑啊。没关系啦，讲归讲，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看了就知道。哎，我们还是有奖金积分制哦，不要忘记哦，要拼命哦，好吧？奖金不用玩了，根本就不用玩了。刚才第一回合志豪哥就领先那么多，根本就没有没有。我们有那个，哎，你在干嘛？你这边把这边当小吃店是不是？那脚伸上来，伸上来，你就要按，一点你怎么那么可怜呢？你没有别的选择吗？你一定要这样子，不要这样伺候他，这样虐待我啊！你目前是来露营还是来消费的？对啊，我来按摩。没有没有，梦贤你不要紧张，他们这一关啊，如果有输的，可以吐钱出来给你。吐钱？哎呦。要吐钱，你有可能会反败为胜。啊，那这样我就有动力了，我有动力了，好不好？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起立，部队起立，准备出发 ，Go！ 退什么？退！右边哪里是右边啊？到底是哪里啊？这边啊！退！哎！怎么上去啊？哎！死了！哇！这个哦，好水不动啊！哎哎哎，不行！给镜头看，它好难哦！天哪，这是水啊！这是水！我的家珍，下去吗？也太慢了吧，杜新田！太难了吧！全部在最慢，这一队先来，准备好了吗？你的确定他的确定他的嘛，对不对？一定是，一定是。三二一。立马！啊，这里这里，这当立，不要呢。好 ，OK， 可以了，赶快赶快，再去下一关，来来来，准备好了吗？不是你哎，三二一，这谁啊？是我，啊啊，这里这里，这谁？这谁？是我。下一关，梦贤梦贤，哦，第一名第一名，来来来来。我们这个怦然心动穿衣术，你们俩现在面对面哦，然后呢，女生把眼罩戴起来，哦，先穿裤子，再穿衣服，穿完之后再帮她擦口红，擦口红，宇文姐检查好，你就可以过关去过下一关了，好不好？不要紧张，我拿给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准备好了吗？好了，三二一，这什么啊？是他，对吧？这画质好像，这个解析度也太低了吧？啊，那画质好像凤飞飞姐姐。啊，这个是你吗？不是。哎，他的超难的耶！快点！来来来，梦贤一边走一边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吃好吃好吃好！哎，文姐跟你讲，他现在就难了。先戴眼罩，先戴眼罩，女生蒙眼睛，帮你穿裤子穿衣服，快点！太行了吧？谁说男生的很简单的？有吗？有很清楚吗？哎，穿好衣服以后跟宇文姐讲，要擦口红哦。那我的自己的裤子要脱掉吗？要脱哦，对啊，要脱掉，要脱掉，要脱掉。来来来来来，你这边嘛。哎哎哎哎哎哎。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好，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可以吗？可帮我？哎，等一下，衣服啦，衣服啦，你在干嘛？你冲虾了你？老姐。再啊。来了来了，三二一，是我。他
对对对，都认不出来，连你都认不出来。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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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快点啊，出发出发。哦，自己都认不出自己。哎，我扣不下去，扣不下去，用皮带扣啦，用力扣啊！你不会说吗？哎。来了，最后一组，来来来，你们在那边，你蒙眼睛，蒙眼睛，蒙眼睛，穿裤子、穿衣服跟擦口红。他帮我脱很快，帮我穿脱很慢。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好了，拿起来，拿起来，口红，口红，口红。觉得差不多了，孟姐，你觉得差不多了，可以告诉我。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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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请看。这样可以吗？这样有合格吗？你怎么这样？石门水库没有关啊？假的！乖乖，我穿不上去是不是？这什么都不行啊！你先摸，你先摸，我在哪里？快点啦！快点，上了，快点，你只剩衣服，衣服就这样，就不要动。好。很棒，很棒，这感觉，心田就是贤妻良母。好了 ，B。翻得不错哦，可以可以，好，乖乖 ，Go。好，我们现在剩下最后一组啦。快点快点，不要超过那个速度哦。新田平常手有点。要吃口红啊！你不要往里面塞。哎，新田手抖得很厉害哎。可以吧，可以吧，很好。过来看看你的杰作。好，来看一下衣服、裤子。哎，这一组穿，爆开了，太大。太小了。好好好好，没问题。结束了，结束，过关。Go go go！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海绵，海绵，这里呢。快快快！好了。线为什么是红色的？安全到家哦。好，第六次，来，用力，再来，够，你要注意点刀，别让它变。好好好。这一次就到了，这一次就到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OK， 第一名。来来，这边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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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哎，有没有那个呼吸器给他戴一下？呼吸器。我这还有，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哦。给我叫救护车。每一个人都拿一条，哎，不是，
来，给奶，给奶，这大体吗？这大体吗？我们来看一下，都很精彩啦。他们真的玩起来不输那个啦啦队。什么？还需要什么？我打电话叫公司的来了啦。啊，来。因为刚刚经过激烈的竞赛嘛，对不对？那现在是要差一点就断气了啊！真的，真的，老实讲，怎么会这么累？第一名的很显然就是孟贤他们啦，孟贤跟美玲，厉害。哎，不好意思，那怎么？刚刚这个口红是擦到鼻孔了，这它是流血进去了哦，流血。哎，第一名，我们第一名有优胜奖，优胜奖金是什么？5000点。哇，5000哎！哇塞，他反败为胜了啦！来，原本你有3000多了嘛？恭喜你们！耶！好，那这是第一名嘛，对不对？啊，第二名呢？第二名的是志豪。哦，志豪。自豪，那他们可以得到什么？他们可以得到，哎哎，我知道，哎，他可以任意选一组拿走他2000块啊！哦，听起来第二名，我这一组，哎，拿走他2000，是你扳回的最好时机了。你看谁比较多？其实我没想清楚，哦，我们已经1、2、3名很明显了，是从哪里来的？很明显吧？这里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我们现在的处境：趁你病，要你命，2000块。是哦，来，是哦，任意啊，你带领我带领啊，你要把两岁那里都掏空啦，那就是冒险这一组哈，2000，快点，2000，遵守规定啦，愿哎，给你们大家看一下，拿2000，没有冒险被拿走2000，还是蛮多钱的，对，他刚刚一次补5000呢，对啊。哦，那第三名呢？第三名的话，就是要各给我们1、2名一人一组500块。哦，哇，我去垫底了，哇！所以就是每一组各对，你要撩拢1000块啦。哇，给，哎，你给500块啦，500块啦，哎。他连给500，他为什么还要讨价还价呢？1000块我们找500啊，给100哦，只有1000啊，这哎那个对了，志豪，对，所以他要赔1000块出去啦，好不好？三组算你们的总扣扣，好，算总账啦，算总账，来，从哪边？没有啊，这个先啦，这个钱比较少，这个先啦，这边是比较好算嘛，对啊，2700块。2700 ，OK， 这边2700啦，2700啦，哎，搞了半天越玩越少呢。对啊，来这边，你看他是不是嫌内助？你看他赚钱那个样子，而且他一只脚还踏出来，很有董娘的架势。哎，一起，哇塞，就是这样。哎，你取回家这种可以。7400，哇。哎，你们的怎么样？嘿，我们算比较久哦。嘿，2000。嘿。3000, 4000, 5000, 6000, 7000，还有，为什么那么多？8000，为什么？9000, 9500, 9600, 9700，哇！我好讶异哦。哎，确定是9000吗？哇！很多哎，哎，那总奖金你们是最多的啦。对啦，那我们只有第一名有这个名额啦，可以基金变现金。耶！还有我们获得芙蓉饭店3天2夜住宿券。太棒啦！好了，那我们钱的部分已经算完啦。哎，除了钱，我们还是有谈真感情的吧？对，就是谈钱伤感情嘛，我们要的是真爱嘛。没错，所以接下来要进行我们节目最受欢迎的爱的破奖，来。我们又回到爱的迫降时间了，待会降落伞会掉下来啊，你要去抢降落伞，降落伞里面打开来会有任务，你可以跟你心仪的女主角呢做出你最真诚的告白跟表演，我们会有指定的任务啦，有指定任务，对啊，怎么样？哇塞，哎，现在那么方便，不能直接传来告诉我。哎，怎么那么啰嗦啊，许志豪？对不起，一次，我要是我第一次来嘛，我只是问一下啊。对啊，要
是你在让我是女主角，我就是嫌东嫌西的，我就你今天这一集最轻松。我这种最好，闲货才是买货人。而且我就是那种很贴心，我虽然唠叨了一点，但是我永远是你最好的小帮手。是吗？那你为什么不买五本写真？不是你的表情怎么一回事？我不要当你的小帮手啊！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孟贤抢降落伞很厉害的，短小精干就是孟贤。短小精干，好不好？大家先抢先赢啦！我们来呼喊白云哥。请定北海岸的男主角。天哪！哇塞，你本人好瘦哦。谢谢谢谢。好小只哦。啊，我国际音乐会的粉丝就剩你们三个啊。什么国际音乐会？不是，我们是你标会的会友啊。共进会嘛。VIP OK, OK。这个叫爱的迫降。啊。三个降落伞啊。好。准备好了没有？好的。好。往前往前。好，哦，要各自抢是不是？各自抢啊。哎，我跟你讲。先抢，尽量抢到头破血流哈！好，来，哪一个好？谁知道？都好，好不好？哦，你是我的影友会的会员，我怎么可能给你不好的？我要退会！哎，快抢，快抢，快抢！直升抢，抢抢！高个的还是有差？快点，快点！七，快点啦！168的啦！快点啦！快点！快快快！孟贤伟，挤他！快点！耶耶耶！好了，孟贤，你个人独得了，不要担心。你要干嘛？啊，这个好好玩哦！完了完了！我，我，我！哎，故意的吗？哎，你这是。西北魂、南北魂、澳北魂啊，六楼啊！你要那个灯啊来敲啊！你不爬山，不行不行，不能帮孟贤自己爬。走走走，就跟秋哥一样嘛。对啊，还好啦，孟贤。对啊，这个会刺呢。不是你，你可以爬那个旁边的啊，孟贤。你平常那些道具也都是颗颗粒粒的。要去了没有，你要举我起来啊。这可以吗？孟贤那个，好好这么挂在树上是不是？命OK 了 OK 了 OK 了啊！有没有？有哦，有了，好啊，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拜。好，现在呢，三位把我们的纸条打开来，里面有给你们非常重要的任务，这可以跟女主角更亲近哦，搞不好可以博得芳心的时候来了哦。一二三，打开，给镜头看。请男主角向与您组成 CP 的女主角诚挚的献上你的真情告白。哎，这个可以，这个很好，这个很好。那你的是什么？这很好。请男主角向与您组成 CP 的女主角诚挚的献上你的真情告白。哎，你怎么会念？侬赶快你拿啊！这小哎哦，你的也是一样啊，一样啊。啊，装笑哎，那为什么要丢这个降落伞？对，我要抢了。哦，因为树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白云哥说他都没有特写，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特写，让他今天表现。就为了给他一个特写，对呀，帮他丢表。所以这都是白公云老先生的出逃。对对对，我们一定要啊！刚这样子派一个代表去领就好了，我就说传个赖都行。但是你知道吗？没有这个纸条，我们不会准你告白的。你现在仪式感，你现在与其抱怨我们，先想想看你要怎么告白。告白有很多种啊，唱歌跳舞都可以啊，对不对？想一个 special 的好不好？啊，好不好？哎，博得芳心最重要，好不好 ？Let's go。爱的告白啦，啊是啦，到底是为了钱勉强组合在一起的荧幕 CP， 还是说对他真的日久生情，动了真情？哇，这个很期待，就看这一段了。对对对，好不好？那因为我们三位女主角呢，也是非常的期待，好。那到底他们的真心换来的是真心还是绝情呢？对，好不好？那有请第一位男主角出场。志豪，你要跟谁？蔡家珍。我起来了。哦，好了，好。怎样啦？就是经过了今天一整天的相处，我觉得有眼睛，头皮发麻。有眼睛、有智慧、有一点点判断能力的人都知道，我是这三个男人里面唯一的真男人。笑什么笑？而且我觉得今天为了呢，希望可以跟你顺利
成为大家公认的 CP， 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的突破。有你坐云霄飞车，我蛮感动的。云霄飞车跟海盗船。对。我觉得我比另外两位男主角一定更适合当你或当你妈妈的未来的另一半。这什么概念啊？因为他们亲子动要啊，因为你到底有没有三观？小梁哥，因为他妈妈也很喜欢我，知道嘛？但是你当然是先哦，擒贼先擒王啦，对嘛？那你就直接跟他妈妈告白，来打电话给你妈妈，叫他过来。不，但是我今天要打电话给我。我今天呢，反正在最后一整个。录影结束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听到你对我真正的评价。然后，如果真的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会不会成为你可以信任的另一半？嗯。如果你放弃我，那再给妈妈。所以想要干嘛？想要对你？你愿意接受我的告白吗？我愿意啊。我不要了，什么态度？笑成这个样子。哎，没有说我愿意，就他今天没有吧？我想回家。我想回家。第一次录到我想回家。我们录那么多集，没有一个女主角说过我想回家，都是不想回家。不想回家，我想回家。到底谁逼你来的啦？啊！林冠中老先生啊，鬼点唱毛毛，他就在想啦。哎，没有，他说我想回家的意思是他迫不及待带你回家见妈妈，跟我回家。哦，因为你忘了吗？我们有福鸿饭店3天2夜免费住宿。哦，对对对对对对，那也是他跟丈母娘定情之旅。你刚守什么？他跟丈母娘什么？定情之旅，一起来玩嘛，是这个意思。对，可是我今天一定要特别，就是志豪哥他其实有跌破我的眼睛，眼睛还是眼镜？眼睛，就是他，因为我平常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孬种。这里真的是哎，你能用的词汇是不是很局限啊？你可以说他比较不勇敢，哎，或你可以说他比较保护自己。你可以说他用的词汇很局限，但是你也可以说他用的词汇很精准。接个头，就是平常觉得他很孬种。然后可是今天，我觉得他会为我做云霄飞车，而且还坐了海盗船，我蛮感动的。为了你，真的是为了我，我回去会跟我妈妈好好的说。有看在眼里就好。有啦，真的啦。我今天真的是突破我自己，就为了要跟你证明，我真的不是像你平常看到的那样。你好好考虑一下。好。那我先去拿房卡。好，来，嘉贞，哎，把他讲的话好好的摆在心里，有一些是玩笑话，但有一些是认真。啊，一般我们录这个哦，他来这一段哦，不是大加分就是大扣分呐，对，好不好？好，自己放在心里，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孽缘？这不是啦，缘分的，缘分呐，啊，好不好？好。第二位，还有人要告白吗？来，哎呦，孟贤哎。活泼什么？明天来赶紧背出来！哇，我可以选择不要吗？哎，阿林是咧霸道总裁。哎，我喜欢。哎，金桃虾是霸道总裁呢。是叫霸道总裁哦。我有做对心内话要甲你讲的，你卖开玩笑。好。明天诶。好烂，怎么会那么烂？就烂得好自然呢。再一次剪掉。好来，靠腰啊。美玲诶，其实俺两个伫歌唱比赛嘛已经熟悉几多年啊。啊，唱过足侪歌。人拢讲俺两个会使做伙，其实我嘛感觉我对你有一点仔感觉，但是。你哪对遐跳落啊？我看到他的脸了。
未必消息，我就来帮看看伊阿领巾。好啦好啦好啦，哎，有领巾啦，有领巾啦。其实我嘛对你就有感觉，但是因为吼，我都生了咧爽啊，你敢比我较爽啊？不要决定了，那个水池在哪里？我先把它推下去。你都整天比我更怂，我哪有可能跟你做伙啦？哦，拜托的啦，我跟你讲，归我很医院。我哪要跟你做伙？我甘愿去弄鳖，我甘愿去撸电话条啊，我甘愿我梦臭了，无人来搞我牵都无要紧。男主角不能人身攻击，不行的。我没有人身攻击啊，没有。是 CP 嘛？啊，他在不在一起，你们家的事。但是问题，你们在荧幕让人感受到你们是真心相爱，一定要这样啦。只能讲太好话啦。啊，你的爽弯都知影啦，哎啦。毕竟诶，如果可以，你敢会使？麦克，我做伙啦。哎，那我安尼啦。没有没有，我告诉你，我很了解孟贤，孟贤嘴巴说一套，对对对对，他就是小男生啊，他不好意思说，他不好意思，他喜欢的，他假装嘴硬，其实口嫌体正直，对不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他其实对美玲哦是特别照顾，对，而且他们两个也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对啊，他脚上去了，他就在按摩了，你看这个就是欢喜冤家，对，哎。哎，还这么想呢？好。他什么称呼的？没有名字哦。你是不是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一整天我们这样子玩下来，你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其实恋爱应该不外乎有很多过程吧。对，尤其是你跟另一半出去。像今去玩去游乐园玩好了，然后这些过程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我会觉得，稍稍有那么稍稍什么？天啊，他好认真哦！是，哎，我们是很认真的。对啊，他讲了十分钟，我都不到重点。稍稍怎么样？快点！稍稍有尴尬。有那个感觉，很像一起去郊游的感觉。一起去郊游的感觉。对，我只想问说，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同一个地方再玩其他的设施吗？我刚刚想说，你是要再玩一次断轨吗？没有。对，讲完，心结可以摆在心底啦。对，你不用跟我打，他不用跟我解答嘛。他希望再跟他来玩其他的游乐设施，断轨再玩五次嘛。那太多次了啦，还有其他的游乐设施。对对对，力宝很多很好玩的，好不好？那心结可以摆在心底。可以，你可以想一下。对，对啊。好，好，谢谢，谢谢子珍，谢谢。很好啦，因为来这边游乐园就是让男女感情加温的一个很好的地方，而且还有水上啊，可以泼水啊，哈哈哈哈哈哈，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哈，你看哦，我们跟一般之前这些年轻人、这些素人啊，一起来玩玩这个配对游戏啊，是，他们明明都已经是荧幕 CP 了，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有一点惊啊，有没有？你不觉得三组就啊？有有有有，子珍不要再讲什么，讲那边假正经，对对对。啊，孟贤呢就不好意思，哎，你别跟我在一起啦。啊，这个，又讲到妈妈了。对对对对，对不对？没有艺人，有时候就是要惊啊。不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荧幕上演太多了，然后那个心哦，不随便掏出来。对对对，就像你喜欢仰慕白云哥，你都直接讲的嘛。我是很真实的人啊，对不对？对，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追寻爱。因为他直接到我会怕啊。对啊，对啊，你有会怕的一天哦。好，你们两个人是跟我们本节目没有关系啊，把他们。不管是你觉得他的表达是对还是不对，喜欢还是不喜欢，放在心里。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大抉择了。而且我们是用女主角来抉择。是。如果最后他拒绝了男主角，
也是有惩罚的吗？对，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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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那边就推下去啦。啊，推下去，那水，那是喷水池哎。啊，对啊，对啊。终极告白时间了。来，来，一起来看。好，终极告白啦。那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嗯，由我们女主角呢叫唤男主角的名字出来，如果过关手牵手抱得美人归，如果没有过关的话，不好意思，水柱伺候。要喷哪里？全身。看看女主角她恨意有多少。哇塞，嘿嘿嘿，好不好？那我们先从家珍开始。许志豪来了。哇！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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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来吗？他在干嘛？尿急。嗯，你今天辛苦了。你刚刚跟我说的话，我都放在心里。哦。但是，哎，这个会很痛吧？你看，差不多就是重伤啊，肋骨会断啊。你好，许志豪，过关，过关啊！上来啦，快点！过关，很好，很好，很好。不是，刚刚许志豪怕到手一直在遮下面，他在遮他的重要部位。可是我感觉不到那里有多重要。来来，手牵手，手牵手，恭喜佩佩成功。这个 CP OK， 很棒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志豪好像有为了他放下一些身段，是平常志豪更矜哎，更注重形象。而且刚前面都有强调了，今天所有的游乐设施他都陪我们的家珍。对，因为原本以为他是孬种，对，孬种不是我讲的，对，好不好？那哎，修成这个眷属啦 ，OK， 谢谢啊，恭喜。第二组我们最期待的新田，新田，有请。医生力，医生力，他为什么叫医生？他医生，他的医生嘛，对。哇塞，那么熟，他以前当过医生啊。哦，我都不知道叫医生哎。对吧？你刚刚说你很想要再来力宝乐园再玩一次，然后我也知道你很想要断轨坐最后一排，但是呢，我觉得断轨真的坐过就好了。对。哇塞哇塞，在这里了！瞄准瞄准哦。是按这里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对，小心哦，他敏感，他敏感，很敏感吗？好。好了，过关。哦。哎呦！哇哇，上来呀，还在那里，哇，可以呀。你还不赶快冲上来？你还在那边。牵着手，对对对，牵着手，对对对。这一组我觉得是最有感觉，我感觉不到子生有什么样的喜悦。有啦，这一组我觉得是真的。哦，真的。他们私下就是平常感觉有在交流。喜悦，你应该是很开心的上来抱得美人归，好像我还沉浸在他要射的恐惧。哦，这样子的。他要按下去。哦，好。那他过关，你有什么话要对新田说？你都来。哎呦，哎，哎呀，你要讲啊。你就说下个月16号。哦，选日不如撞日啊！你们等下就留在这里了，好不好？哎，也恭喜这对配对成功。哎，下一位 Villain 呢？陈梦贤。哎，我来啊。喂，就陈梦贤吃水最深哦。嗯哦。要不要去花哈？其实呢，今天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实境节目，其实我本来就有点紧张，但是因为知道是我们熟悉的朋友跟梦贤一起搭档，所以呢，其实我放心许多。在海盗船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怕海盗船，但是那时候他有跟我说啊，不然你靠在我肩膀上。他自己在上面的时候也跟我讲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其实都是靠在上面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有点小感动。很有肩膀的。对。但是 ，anyway， 也是你用对，你用对了，这英文用的对。这爽为人，哥他妈 anyway。哦，小心三哦，三你哦。哎呦，美玲，对不起，对不起。刚刚出言不逊，观众朋友，我本
绕口业，陈梦轩，你是第四管耶！哎，怎么多了一管啊？哇！没事，怎么可以讲人家怂？对啊，哎哇哇哇哇，招无咯，你看，哇招无咯，哎呦，哇哇哇！哎，这一管怎么会有那么多水啊？哇，美玲会喷呢！哇，美玲不去当消防队可惜了。不好意思，到底还有多久？反击反击！可能我觉得美玲年纪还小啊，对对对，她是美玲学生而已嘛，对啊，她还需要再观察一下下啦，啊，而且因为孟贤就算大哥哥啦，有时候比较调皮啦，嘴巴比较坏，开玩笑的啦。好的，那今天呢，谢谢大家辛苦的参与啦，对不对？我们三位荧幕 CP 呢，本来你看都是在摄影棚里面大展歌喉的，对不对？今天让他们来参加，这样更亲民哎，对对对，然后看到真实的一面。对对，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个录影的过程啊！是是是，今天刚好是最年轻的这一组呢，刚好他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呢，对，慢慢去磨合一下。等他毕业嘛，还有更很长远的路要走嘛，还是学生呢，怕什么？对，不要急了，不要对嘛，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特技啦，是是是，再来再来，像我们这组就要动软的，我们要快点，要加油，要把握啦，再喊下去喷一下，哎，好不好？今天谢谢三位荧幕CP，谢谢。更精彩的内容，我们马上一一推出。下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恋爱上线中》online。We walked along the streets together。我们认识的地方是哪里？